啥？你变成熊猫了？啊？昨晚偷东西去了？没，昨天熬夜学习了。那看来你今天不用帮我抄作业了。那可不行啊！又没来，当运动员真好，都不用上课。你还要升多久旗呀？哎，安静一下啊！我说个事儿。下一周啊，咱们学校有领导来视察，学校呢想组织个活动，展示展示大家的才艺。我没有，你有，我没。但是，搞其他的活动能对你们的学习有帮助吗？所以我给你们报了一场辩论赛，正好可以锻炼一下你们的思辨能力。这个事儿啊，就暂时交给班长负责。李薇，你那个人员的名单拟好了没有？老师，我和乔露确定参加，江晨和赵金涵我还没问。江晨、赵金涵，你们两个人回头就直接和李薇对接吧。还有其他的同学感兴趣的吗？跟江晨一组。那行吧，感兴趣的同学直接找班长报名吧。哎，我说你这一天也不怎么讲话，就不像你啊，陈小希。周末约会失败了啊？不是这个。那是什么呀？我搞错了。什么搞错了？我以为这个纸条是江晨写的，没想到是乌波松。我靠！峰回路转，跌宕起伏啊！我都快愁死了，你还这样。行，看，那你打算怎么办呀？我也不知道。要不，让我想想啊，怎么办呢？干嘛？别回头，胡博松在前面。你就打算这么一直躲着人家啊？一个班同学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你怎么躲呀你？再说，我觉得你这样不好。我也知道我这样不好，可是万一要是说了，就当不成朋友了。要不然，你跟他算了。你看这吴波松啊，这长得不错，那身材，一场比赛好几万呢。好几万，你知道什么概念吗？四舍五入能包下学校一个小卖部。一场比赛就是一个小卖部，两场比赛。你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吗？一堆小卖部、啊。那我考虑考虑、啊。去。可是江晨在我这儿就是大超市。好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。下课吧。走了啊。